报告族长，敌人向北走了。赵慧把经书给了关东双魔这两个兔崽子，不知要拿到何处。他们可能把经书送给满清皇帝，以此要挟我们回部，要我们臣服于满人。卑鄙！这，李可秀及关东双魔一行人带着经书在前面30里。好，咱们追。师傅，还有多久才到渭南呢？还得走10天8天吧。啊，那不闷死才怪呢！这样，既然闲着，你何不欣赏一下四周的景致呢？四周有什么景致啊？石头之外不都是石头吗？哎，师傅，江南豪侠的故事，你再给我讲一个好不好？好了，别破坏师傅欣赏这些景致的兴致了。现在杀下去！不，这里地势不合适。小心着凉啊，爹。你是睡不着吗？为了今天的一战，希望今天牺牲的兄弟可以在天上安息。啊，可是功亏一篑，我担心会夜长梦多。爹，你放心吧，圣书一定能拿回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青铜啊，你辛苦了。爹，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？你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。女孩子有什么不好？哎，不是说女孩子不好，你比那些男孩子还要能干，还要勇敢。咱们族里所有的男的都愿意听从你的指挥。每次有什么危难，只要你在爹的身边，爹的心里总是比较踏实。爹，这全部都是真主赐给我的能力，我应该尽自己的全力为族人做事的。啊，只是你跟爹一起背负整个民族的责任，这实在是太难为你了。爹啊，背负整个民族的责任，不是每一个回部男女都应该负的吗？哎，但是你到底是女孩子家，你应该像其他的女孩子一样，在草原上唱歌跳舞。现在这种日子。
不应该是你过的。这种日子是谁也不应该过的，无论男子也好，女子也好，都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既然现在真主要考验我们，我们应该一块承担，不分男女。好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叫爹担心呢。爹，你担心什么？你这么强，阿爹担心你找不着比你更强的丈夫。我要是找不着的话，大不了这辈子就不嫁了，好不好？有嫁不出的女儿，那是阿爹的光荣啊。阿爹，你为什么这种时候讲这些啊？好了好了，别生阿爹的气了，此事以后再说吧。阿爹去睡了，你也早一点去休息吧。阿爹晚安。哦。七哥，师弟，哎，走。可能是张昭珠，爸爸先藏起来。这么难搞啊，追到河南来了。哎呀，干脆见一个杀一个，难道怕他不成？师哥别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但是没有看到张兆仲这个家伙，他可能在后面。走，继续赶路。哎，小鬼，挺得住吗？怎么挺不住啊？走。好，走。少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雨连天，黄河泛滥，农田啊都被水给淹坏了，这些灾民家园不保，连生计都成问题了，人心惶惶，所以能走的都走了，走不动的就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官府为什么不开仓赈灾呢？哼，那些狗官可能将赈灾的银两中饱私囊了，这次又不知有多少生灵涂炭呢。我不要，你分给他们吃吧。哦，来来来，吃馒头了，来吃馒头了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。钟大哥，少爷哥，你们到了，我来接你们了。山林，钟舵主，看来这里的灾情很严重啊。通知分舵众兄弟，全力救灾。好，好。宗舵主，这里是安全的。这家的主人牛大叔受过红花会的恩惠。好，请。啊，哟，宗舵主来了。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几位哥哥，别来无恙。宗舵主，我们都很好，您放心吧。哎，二哥、八哥，小弟弟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们准备进城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龟孙子张兆仲的副将带着大批人马追了上来，看来是冲我们而来的。二哥就叫大家
乔装打扮进村子，暂时躲避一下风头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嗯，大家辛苦了。来，总舵主，坐。啊。刚才我进城打探过了，那个副将找不到咱们的行踪，就跑到知县那里要人缉捕咱们。那个知县叫王道，唯命是从。现在四周都布满了虎视眈眈的鹰爪，看来张召忠是要堵死我们的退路啊！啊呸！他能吗？无论如何，今后大家行事得加倍小心。那个王八蛋知县，只知道拍马屁、溜钩子，不管别人死活。这儿人都快饿死了，他到底知道不知道？那个王道对灾情不是不知，可他整天只知道敷衍百姓。他还说朝廷的救灾物资未到，而衙门的能力又不够，他让百姓自己撑着。我看见老百姓连树根都掏出来吃光了，照这样下去，他能支持多久啊？王道这个狗官，口口声声说衙门无能为力，但刚才我见他设宴接待张召忠的副将，却是大鱼大肉的。看来他不知道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却置百姓死活不顾，岂有此理！那狗官根本不配当什么父母官，老子今儿就去宰了他！哎，老八，冲动有什么用啊？那个王道他逃不了的。牛大叔，哎呦，各位英雄，我热了一点馒头，大家慢用。哎呀，牛大叔，你不用客气了，有劳牛大叔了。哎，哪里哪里。红花会的英雄对我有救命之恩呐，这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报不完呐。刘大叔，你严重了，你们肚子饿了是不是？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对呀，我好饿。住口！那怎么行啊，这些馒头我们怎么能吃呢？我看给孩子吃吧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哎，大人可以不吃，小孩子就不能饿着了。总舵主，这你看这来，小朋友来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我们这儿呢还有些干粮，你拿着给孩子们吧。四根，牛大叔，这一点点心意你就收下。这怎么行呢？二哥，来，你拿着，这拿着。谢谢了。在我15岁之前，三根肠子有两根总是空的。你都两天没吃了，吃点吃点。不要，你拿走。吃点吧。这些馒头我一口也不能吃。他们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在这里留宿啊？娘不肯吃馒头是为了二哥。你二哥怎么了？爹把二哥送到县老爷那儿换馒头。牛大叔怎么这么糊涂，竟然卖子换粮？不，弟弟不是给卖了，他是让县老爷抓去祭河神了。大哥，我不要馒头，我要二哥，我要二哥嘛！几何神，贤爷，贤爷，嗯，啊，嘘，干嘛？我到县衙里去打听一下牛大叔儿子的下落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？好啊。哎，什么动静？怎么回事？走，看看，走，里边有动静。干什么的？走！
就杀入县衙去救人吧。嗯，坐下，你坐下。哎，我们绝对不能看着孩子们坐以待毙。大家不要冲动，鹰爪虽然仍然留在县城里边，如果我们轻举妄动的话，一定会泄露行踪的。哎，这有什么相干的？跟他们拼就是了嘛。怕死，就不是红花会好汉。对，七哥说的对，朝廷的鹰犬依然在。哎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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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自从老舵主过世之后，红花会简直就成了王八会，整天缩头缩脑、躲躲闪闪，现在又见死不救，这算什么红花会？啊，这还算什么红花会？好，你们不去救人，老子一个人去。我就是死，跟红花会没关系。八弟，坐下，坐下。 八弟一时意气会坏了大事的，总舵主还没说完呢，你那么冲动干什么？总舵主，我看你并不怕张召仲和他手下那些爪牙，而是把他们都当耗子耍了。二哥，看来我的计划被你识穿了。昨晚新燕跟师弟走，你就没有阻止他们。我想，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吧。 总舵主是故意引张召仲到这儿来。七哥，不好意思，你想方设法为弟兄们躲开朝廷的追杀，白忙了。啊，看来我这个五诸葛的名号真的给除掉了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越听越糊涂。其实我是故意让张召仲发现我们的行踪的，目的是引开他的视线，为四哥做掩护。四哥他身负重任，不能被他们发现，所以。 只好我们暂时冒充胡萝卜，把那秃驴引开，引得越远越好。哈，原来如此。哦，但是现在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看来你的计划要变一变了。对，这人一定要救，官一定要惩，救死扶伤，惩强扶弱，是我们红花会的宗旨。对对对。哎，丹药是张召仲来了，救人就会比较困难，请总舵主发号施令。嗯，我们主动出击。 这位英雄，你们救了我们家老二，我们老两口给你们磕头了。大叔大婶，这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要客气了。是，我们是红花会的三个大力士，能为大伙出把力，我们引以为自豪。天已经晚了，我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去。好，谢谢大婶。哎，刘大叔，你为什么叹气啊？各位英雄，你们救了我的孩子，可得罪了河神呐，这大水。 恐怕没完没了了呀！胡说，老子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河神河怪的事情。如果有河神河怪的话，让他来找我好了。我也没见过河神究竟长得什么样子。
如果真的有河神，那么请他出来讲讲道理，为什么搞得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？牛大叔，这些鬼神之说呢，信则有，不信就则无，事在人为，何必求神问鬼呢？对吗？对。嗯，牛大叔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今日黄河上游大雨连绵，以河水之势，恐怕很快就会泛滥。不会吧？会。十三弟说的对，怎么办？十三弟的家乡当年犯的就是水灾。十三弟老家在广东，娶妻生子，本来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可后来家乡发大水，眼看就要决堤了，他跑去通知官府，岂料被他们反指责为妖言惑众，结果被关起来了。后来果然决了堤，当十三弟赶回家的时候，房子倒塌了，大儿子淹死了，他妻子为了救儿子，被大水冲走了，连个尸首也没找回。不但如此，水整整一个月都没退，但是那些狗官们根本就不理老百姓的死活，结果眼巴巴地看着女儿病死，就连他的小儿子也活活地饿死在他的怀里。宗德禄，我们该做点事了。对，我们该为老百姓做点事了，绝不能让此事再发生。这天会不会下雨啊？不会。不会下雨就好。哎，哎，你们一个个瞪着我们俩干嘛？你们得罪了河伯，不能好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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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别迷信。其实呢，根本就没有河神那回事儿。你们把他离开院里，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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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蛋，老子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！八弟，不要冲动，八弟。八哥，这事儿啊，不是拳头能解决的。对，总舵主说的没错。这事儿啊，也怨不着他们，他们只要有口饭吃，能活下去，任何迷信都会相信。其实这些村民都是受害者，全都是王道那个狗官愚弄他们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绝不能放过这个龟孙子，对，不能放过那龟孙子。好，七哥，看来我们有必要想个办法教训一下那个王道。哎呀，下官不知孙大人驾到，未能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啊。本官奉皇上旨意押送粮饷，路经此地，无奈因水患暂时滞留。得借你县里粮仓一用。是是是，大人，这批粮饷是否赈济灾民的？笑话，这批粮饷是送往安西支援赵惠大军攻打回部。清廷只顾攻打回部，却不管人民的死活，太过分了。这批粮咱们要定了。老爷请。老爷慢点。Oh!
该绝，他会死而复生的。死而复生？这怎么可能？死了就是死了吗？就是我们也把他打死了。复生之后，你要立刻带他离开这里，此阵不是久留之地，否则将会妻离子散，死无全尸。哎呦，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？你别瞎说呀！信不信由你。此阵黑气太重，必将大火来临。 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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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
这怎么办呢？原来如此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是你们县老爷得罪了上天，是你们全县都遭报应啊！哎呦，县老爷，县老爷干的，这怎么办？道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哎，有没有迫切的方法？就拿你们县老爷的儿子来祭。 对，拿他儿子祭，拿他儿子祭，走，我们找县老爷去。继承，我们找大家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爷，你就一个宝贝儿子，可不能让他去送死啊！我怎么会让他去送死呢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娘，你们看好玩吗？这是谁送给你的？一位叔叔送给我的。啊，你快点把他带到后堂去，你快去！王道，滚出来！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爷爷。哎，你，王道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的跟外面的老百姓想的一样。我的儿子可不能祭河伯。其实老百姓也不希望拿你儿子去祭河神，他们只是想有口饱饭吃。 你看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官家的粮仓里好像突然装满了吃的，是吗？哦，你们是要打那些粮饷的主意啊？这老百姓吃饱了，也许就会把河神的事给忘了。大人，多喝点，大人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多喝点，大人。 钥匙拿到没有？拿到了。辛苦了，走。乡亲们。
王道开仓赈灾了！开仓放粮！放粮！大家跟我去领粮！走！领粮食去！走！乡亲们，领粮食去！乡亲们，见老爷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其实，祭河神的玩意儿都是无稽之谈。一直应该修河堤，拓宽河道，疏导河鼠，才是正道。是是是，我会照办，我一定照办。赵慧没了这批粮饷的支持，攻打回部的事一定会受到拖延。这次咱们算是一箭双雕了。好，这里大局已定。地主，撤。嗯。驾！驾！是啊是啊。走，站住！啊，刘三哥。啊。哎呀，九哥，一路辛苦啊！不辛苦不辛苦，早就听说在此地开仓放粮赈灾，想必是哥儿几个所为吧？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赶快赶过来跟兄弟们闹个痛快。看来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们到临县再闹他一个，闹对，一直闹到北京。哎，好，北京，好。既然消息传得这么快，想必张兆仲也一定追到这里来了。哎，他来了，咱们就给他吃个胡萝卜。哎，什么胡萝卜？胡萝卜，这是我们故意引开清兵的计策。走，出发，继续牵着张兆仲的鼻子走。好，叔叔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求求你救救我爹，他爹被大官关起来了，打得半死，还要砍他的头，活该。你爹是罪有应得。哎，你瞧见没有，你那九个小朋友差点被你爹活活给淹死。我爹知错了，对，他爹知错了，求求你救救县老爷吧。你为什么帮姓王的那小子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哎呀，这个王道啊，虽信鬼神之说，可说到底其本性不坏。哎呀，勉强算个人吧。那我们就出手相助一把。可是张兆仲，半个时辰，摆平那个孙可图，大伙说行吗？行。哎呀，狠狠地打！哎呀，哎，你把粮都给拍光了，都拍光了！给我拉下去，捞他！我失手了，失手了。你怕什么？你不杀他，他也会杀你的。谋杀警官也是死路一条啊。这也不一定啊。这位英雄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救你命也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们三要三不要。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。第一呢，绝对不迷信。第二，不贪赃。第三，我弄权。那三要呢？要客观讲理，要清廉公正，要爱民如子。我一定办到，我一定办到。你当众起誓，起誓！从今以后，我王道一定要遵守三要三不，否则我便长川肚烂，五雷轰顶，不得善终。七哥，到底有什么办法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把所有的尸体搬到后山埋了。哎呀，真痛快啊！哎呀，筋骨舒展多了，师傅，心情也开朗了啊！师傅，哎，怎么了？师傅，哎呀，是你啊！牛儿，啊，怎么了？我送你们来了。我要走了，
我教你的功夫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好，好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师父，我长大了也要加入无花会，帮你们惩治那些坏蛋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啊，出息啊。再见。呀呀，玉，总舵主，三哥，一路上可有打听到什么特别消息？啊，我听说赵慧把回人的经书给抢了。抢了？这蜻蜓到底要回部干什么呢？听说赵慧派关东双魔压了回民的金书来到中原，回人从回部一直跟踪至此，此时应在不出百里之内。啊，听说是翠羽黄山领队的。三哥，麻烦你向弟兄们交代一声，我有点私事要办，稍后在濮阳会面。好。这。你们别误会，在下陈家洛是来找霍姑娘的。原来是陈总舵主，失礼了。没关系，霍姑娘在吗？昨天我们跟清兵激战了一天一夜，最终还是被他们逃掉了。霍姑娘她不顾伤势，今天一大早便带着部队追赶李可秀去了。谢了，告辞。驾。客官，花生米来了，哎，慢用。想不到这里的风光如此明媚，看一辈子也不会看厌的。哼，怎么，你是暗示我你看腻了我是吧？我说你也太敏感了吧。你不知道女人的名字就叫不讲理。哼，你少管闲事。哎，雨桐啊，那有位姑娘一直含情脉脉地看着你。那有什么稀奇的，我们十四弟一表人才，多少美女拜倒在他的劲敌之下。都是你们吹嘘的吧，我倒是一个都没见过呢。不过于彤，那位姑娘倒是长得端庄大方，五官精致，怎么样，对你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啊，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？你说什么呀？别害羞嘛，虽然这事有点难，不过四嫂呢倒是可以帮你做这个媒。没这个必要，我难得潇洒，自由自在，娶妻干什么？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小二，哎，接着啊，来了。哎，谢谢客官。走，我们先往南走。濮阳不是往东走吗？啊，总舵主交托我们一项任务，先往南，去临汾。客官住店，不要两间上房。行。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上等的酒菜，给我们准备一点？好嘞，客官，快点。没事，真的没事啊。真的。玉童，真是你吗？鲁夫子，好久没见。
你们认识啊？老夫于锦，是于童儿时的老师啊。啊，父子，你身体可好？哎，一把老骨头了，该坏的地方全坏了。哎，咱们分别这么多年，时光流逝，你过得好吗？还行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还有事儿，有空到我家坐坐，好吗？好，告辞。怎么不早点说这是你故乡啊？要不要趁机省亲？像你性格这么古怪，我也想看看你家人长什么样子。我已经没亲人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很久没有回家了。有机会啊，我带你回去看看。我们那的姑娘啊，可是个个非常标致漂亮的哦。是吗？嗯，你看我就知道了。像你吗？嗯。不必了。找死啊你！十四弟啊。这些银票到银号里换成铜钱，去买些东西来。好。你有没有看出来十四弟心事重重的？恐怕是不愿意回到家乡吧。为什么呢？哦，我只是猜的。会里面只有于总舵主才知道十四弟为何背井离乡加入红花会的。看来他绝口不提家乡的事，一定是个不太好的经历。你别看十四弟平日潇潇洒洒的，其实他把心事全都埋藏在心里了。不过他也实在太寂寞了，哎，咱们加把劲儿，给他找个合适的姑娘，为他成全好事。你，地是余家祖坟所在，我是绝不会让步的。这地契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要是不还的话，我拉你去上怎么样？想着蚊蝇在心里真的很美。
提醒我自己。